send bulk the three treasures for new dial receivers. 他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于是，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四处去找寻名师。一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四点，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三，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五点，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六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七点，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九点，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一零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一一点，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服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一